蒙呢，半场5个3分，已经有很有可能打破中国运动员参加四杯的单场三分球纪录。之前应该是朱光宇保持的5个。对，当然了，我想呢，波多黎各上半场是遭遇战，谁都不认识。中场休息，经过调整回来，下半场他起码明白一件事，这个断不能胡随便扔。对方的主要投篮的是谁？啊，用运动员教练员经常行话，就是说主要得分的是谁？对，这是一重点人，你先得弄重点人，你不能离开他。那么如果因为段江鹏毕竟上半场他得了小一半的分，如果段江鹏没再那么轻松能够得到投篮机会，中国队还是要坚决的从防守做起啊，保持住防守的质量，再靠防守来带动进攻。好球！哎呦，这球谁呀？中诚回来一个补帽。中诚是很少有这种球，这种球要是翟小川比较正常。对，过去协防盖帽。中诚发挥了平常你看不见他的这个能力。又是出分，外线田贵森没投进。这个防守呢，又是没找人。而球啊，对，范斌强调的先防球再找人。嗯，刚才这个退防有点问题。但对方这球啊投的，说实话难度也够大。冲在前边三分线，帮一急停扔了。嗯。这还是内线高危策。中锋策。哎。段江鹏死防段江鹏，不敢离开他。最好球，翟小川中。段江鹏。强攻，段江鹏一看你夹击，我直接给翟小川，翟小川投进一分。对，小川今天2个3分了。嗯，翟小川是6分，2三分，抢了5个篮板。对，这球这个就是协防速度慢了。对，考验国奥的是第三节。他这个防守强度你能不能保持住，第三节是很关键。对，这么防是很累，你看每个人防，无论大个小个，重心都很低。对，恨不得重心都在膝关节以下，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贴防，然后再去协防，每一个人他都是趴在地上。对，就好像上去就要咬似的啊，撕咬似的这种防守。轻松的用传球击破了紧逼，狂破这幺二二，对，这个破的这脆啊，这你哪说理去啊？对，嘿，谁呀？又是段江鹏，6个了，不能给控啊。对，8中6，段江鹏，对，抬手就有，是丹尼格林附体啊。对，咱们有反击。哎，这可能俩人想重了，可惜了。中锋拿出头3分啊！这个波多黎各打的是真急，我估计心态有点急了。嗯。嘿，小川暴扣，好的。对，这一点，因为小川进2三分了，一点对方飞了。17分。对，你从这个，从他这个没有任何人去协防。你从这些细节看，这点飞了，后边没有任何人去协防。其实小川这2步起来并不快。对，就是波多黎各呢，有点让中国队呢给打懵了。对，小川腿上那个还真是不是特别有劲儿，不是特别有劲儿，我觉得僵僵的，你有点伤似的。嗯。我觉得国家男篮呢正在备战亚锦赛，是吧？对，周一有一慈善赛。啊，姚明的组织四分，这段正在训练，下午刚训练完，刚练完，能不能看看电视，借鉴？嗯，尤其是破这全场扩大防守，嗯，这国奥破的真挺好，真是好。哎，国奥防的不错，这球司令旭防守没失败，反击，现在2个人注意防段江鹏了。好球，拆得快呀，拆得真快，但是这一下没传好，这得快退。中队呢要打对方的反击，不让对方起反击。说
小后卫突进了这个两个大个的人堆里。现在都是大方小换防了，中程去防后卫，不吃谎，限制住。对。哎，又空了，段江鹏再住七个。对方这防守啊要崩溃，因为你看啊，下半场前两个回合还一直有人保持在段江鹏身边。丹尼格林段应该是。对。这要这么投，就给厄里克投崩溃，投崩溃。越怕你投，你是越投，你越投还越准，二十分了。他有点，因为美洲球队呢，有时候他情绪控制不好，对，容易急躁，一急躁失去信心，是情绪崩溃。你像下半场前两个回合是贴段江鹏，后来这人就丢了，嗯，就失去专注度了。二十分了，一眨眼二十分了。这一节段江鹏有两个三分，然后小川一个三分，一个三分，一个扣篮，这俩人得了十一分，中队现在得这十一分，两个人得了。又是格兰伯克马卡，再转，再转，哎呦，进攻犯规，没有吹主打啊、看着像曾明旭的球啊，他每个球只要早传半拍都是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就差那半拍。对，哎呦，格兰麦克马坎也追投进一个，对，这还是三分啊，两分，两下，真果断，真果断。他是后脑勺对的篮筐接球，然后转身180度扔出去，对方打急了已经，对，反击来了。国奥打的还是熟，我觉得还是熟，熟练，每个人之间有默契。孙成林一打一，打进打出外线，又是三分，打板儿，哇、哦，你说赵小龙啊？这球吹了中队防守犯规，获得一个队第一场球，两节半落后中队22，估计大家这心理上可能现在会负担比较重啊。一棍子给打懵了，我估计呢，从遥远的南美洲飞过来，对，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，嗯，体能，但是你说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，这第一节这篮可扣准的。另外呢，对中国队呢也完全不了解。全是个人功啊，对，真难。他这个进攻啊，就是基本就是简单的挡拆，然后呢全靠本能。对。就是在对方的紧逼防守下呢，国奥和国家队呢，它体现出的啊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呢是也不能叫气质，体现出的情绪或者说倾向性是完全不同的。嗯，在国奥队面对紧逼防守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这是机会，
你逼我，我就要突你，对，我就要攻你。就是好像是我平常练的就是这个，哎，你可给我一施展的机会，对，给我一施展机会，赶紧打。对，那国家队呢？就是国家队首先是，哎呦，别丢，别丢。
就从身体条件来说呢，曾令旭他是这个这几个后卫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差的。对，小凯龙接球有功，滑了。这个力哥也是打的是乱七八糟啊，今天对忙中出错，他也没有一个绝对核心，就是关键时刻能够掌控局面这么一人，没有一个就是大家熟的这个老将。对，好的，就是克莱拜克马坎，这球调了一下没有投进。哎，这段呢，中国队命中率下降，他呢主要是这个让段江鹏啊歇了，嗯，在底下坐着休息。防守质量也有点下降，有点累，有点累。卢俊德零度角造犯规，这是完全错误的防守。嗯，这球是被赵泰龙给防起来了。对，完全不是小碎步上来没有控制住，然后到赵泰龙面前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屁股朝前了。嗯，范斌知道整场都站在场边啊，一分钟不带坐的。嗯，再调低位，中锋，哇，这就是力量，错位。中诚这种多面手的角色呢，他正好特别符合这支国奥队的特点。对，他就是让他干什么他都能做。对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叫 team player， 嗯，团队运动。你看，中诚他能策应，而且当低位的时候，大打小的时候，他有蹲位，也能拉出来头，还能戴帽。嗯，反击，孙凌旭走犯规。这刚才这个中诚刚在这边策应完，策应完了之后是谁空切进去被盖了？一眨眼，波多黎各反击过来，是中诚盖的帽。嗯，盖帽完了拿了篮板，又给这个孙凌旭传一个一传。不过也可以看出，这支国奥队现阶段手转攻的转换要求很高，要求非常高，这就是一传特别快，长期以来强调的。嗯，所以每个内线拿起球来，第一反应就是，对，我已经有人快下，他那快下的也特别坚决，篮球一下来，立刻就有人已经出去了。我们国家队呢，还没有强调到这个时段。我记得这个在五年之前，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这个就经常是那时候还有大姚啊，嗯，那时候经常是一场比赛下来快攻得一分，嗯，快攻零分，对，一场比赛没有快攻得分，每个球都是半场阵地。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那中国男篮的防守是真好，防守是到了极致。那时候场场打的都跟欧洲篮球这个欧冠总决赛似的，对，恨不得都打出50多比40多的比分。对，就跟德国队是60多比5。但是您没有这个防守能力的运动员和这防守质量的话，就还是得靠进攻。嗯，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国家，尤其是篮球传统国家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学会打篮球的国家。嗯，1891年篮球在美国发明，三年之后在天津登陆。那作为这样一传统国家，它应该有自己的风格。嗯，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我学欧洲的或者学美国的。
而且我现在学就是全学，就是就直接就比如说我开一餐馆，我卖的是美式汉堡，纯美式，咖啡都美式的，一点欧洲的这个佐料都不加，对，咣叽一下直接变成传统法餐了。大伙儿想一点，这个麦当劳到中国之后都改良了，对，就一点 mix 的那个东西都没有，真是纯变，这个就是挺难拿捏的。那个连汉堡的店里都开始卖饭了，对，这充分说明无论多好东西你拿来，首先得接地气，得跟当地的特点结合。对，何忠敏上，何忠敏呢是东莞新世纪的23号位。对，平时呢在东莞新世纪呢，他是防守，防守兼兵，防守兼兵，防外援。哎，就是打这个今年的季后赛，包括这个常规赛，东莞克北京啊，他防老马。对，他防老马，他高，1米98，胳膊也长。对。在进攻当中呢，他是底角三分球投手。嗯。上来也是在防守上加一杆枪。孟铎也上了，范斌指导这会儿把孟铎、何忠勉都拿上了，还是要强调防守，还留着人呢。小丢，又这球运死了。对，这节呢，双方打得很焦灼，国奥是领先，中国国奥是领先19分结束。我们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。